各组都不一样。那搓好了以后，我们搓好以后就是会交换，每一组都有不一样的东西。文山区张教理理长高龄玉娇向大家解说加入红肉火龙果的糯米汤圆制作方式，以及搓汤圆的步骤。民众边尝试手工汤圆，小朋友更是开心搓揉糯米团。文山区公所结合元宵节传统民俗节庆，日前和木栅中顺庙共同举办合家团圆庆元宵暨人口政策宣导活动，邀请民众在中顺庙搓汤圆。各组搓好了之后，你们可以去交换每一种颜色。要了解吗？这里就是你们的回忆，那在这里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心想事成，谢谢。将搓好的汤圆煮成甜汤，配上屏东红豆，大家一起享用应景美食，体验中国元宵节习俗，增进亲子之间的情感交流。文山区公所也借着有奖征答，推广台北市府最新祝您好运生育奖励金加倍送、友善托育等各项福利，行销市府鼓励婚育人口政策。那个东林会馆做这个搓汤圆的活动，下个礼拜就是元宵节，那吃元宵就是希望大家这个圆圆满满，阖家平安。那这边也拜个晚年，就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那小朋友刚满岁。主办单位也准备弹珠台、平衡台等静态玩具及儿童舞狮、小舞狮道具，让小朋友玩乐，让现场民众欢度佳节，且增进亲子家庭情感与收获快乐回忆。记者温君台北报道。